像啊，吸毒啊，就是抽烟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就是就是不回家又不读书。对对对，边缘少年。就是有一天我们在公园聊天的时候，当平常我们在公园聊天的时候就吵起架来了。就是我们就是有人觉得我们不可以再这样子了，就是要去找工作。但是有一些人就是还是很嬉皮笑脸的，就是没什么事啊，怎样也可以啊。但是有人觉得不好，就开始吵起来了。就是开始想我们要做一些什么，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。因为我们也想，所以他可能是想表演歌声，就做歌声嘛，跳唱歌没有什么好。会有就其中一个人就提出我们去做高原，因为他是很优秀，来都会非常高的高音。他都是喜欢唱歌，我们会去做歌星，舞蹈员，对，就是发觉就是我们不是想这样子的。就是其中是有人学过中国舞的，但是其他就是觉得非常丰富，要尝试中国舞好不好？但我们觉得还是不好。要尝试拉丁舞，有人跳拉丁舞来，就是拉丁舞又不好，带来不好，就是那些跳舞啊唱歌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。就像我们想象 MJ 一样跳 Jazz Hip Hop， 就像好像很棒很酷的。最后我们选择跳这个舞种真喜欢了。之后我们一群人就去学这个 jazz hip hop， 就是找了那个课程去学，决定去学了。之后呢，其中一个人就是跟不来，就手脚不协调，音乐又不好，那跟不来了，就是发脾气，觉得很气馁。就打算放弃了。之后我们有些就是朋友鼓励他，之后就是之后就决定全部人一起去他去参赛比赛，对，参赛比赛。就是有一个人找到一些单子，是说一个有一个比赛，就是新出的队伍可以获得奖学金去美国。然后你就去了，然后也应该赢了，对，这是一个励